十三节，OK，flinging，OK，flinging，flinging，flinging dust，flinging dust，flinging dust。flinging dust，OK，这个fling，这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但是我不知道呀，这个。OK，fling 是把什么东西给抛出去，把什么东西给抛出去、丢出去、直出去、直出去，OK，丢出去都可以是这样。但是这个抛哈跟 throw 不太一样，throw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 fling 跟这个字的意思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我们比较习惯丢出去的是 throw，right，对不对？throw，OK，、对，okay? 好，OK，我们这个是 fling，OK，哎分，F R 类。I N G，OK，fling，OK，、okay? 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，OK，fling、okay? 呢，flinging，fling 是往上抛，有抛物线，有个曲线这样丢出去，throw 不一定了，throw 有可能你直线的丢。或者是你就是往地上丢 throw，OK，、okay? 不一定抛出去。这个 fling 是抛出去，往天空上，就是往上面丢出去。那个抛叫 fling，OK，、okay? 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。fling 抛出去，丢出去，往上有一个抛去抛线，去这叫什么？抛物线这样的一个曲线丢出去的。throw 的话，可能就 throw to the ground，丢在地上。对不对？OK，或者是就是往前丢出去，可能就是直线的飞出去，所以不一定不是这个抛的这个动作，fling 是往上抛的动作。OK，好，fling，所以他把衣服往上丢出去，这个是让你能感受到它是向天空中丢出去。OK，好，像比如说什么大学毕业还是什么学校毕业，现在好像都有一个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大家约定俗成的那一天，都把什么帽子啊往上丢，就很开心，还是怎么样庆祝毕业是吧？然后那个动作就是 fling，好就向上抛的那个动作，That's 叫 right，fling。向上抛，OK，好，flinging dust，所以他这里是把那个尘土扬起来，抛起来，flinging dust into the air。其他的问题，这个思路就比较随意一点了，是不是？就，right，随便扔是，不定是有意要向上扔的这种。就是它会扬起来的，它是向上扬起来的，抛起来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